在吗？就跟你正常发育到中期，你就好打他。无所谓，不用跟他。我会带猫咪文青烟，并不轻松。 被打野抓的风险的，只要下半开的话，驾驭一恶，愚者尽诛。 更新了一下装备，最近都没空来看我了。他去学艺的呀？那就买灵魂吧，灵魂莲花。 我想试一下带这个适应之力，拿点攻速。再选一次也是。先是透后需要补攻速嘛？先是透后，你可以加速了。惊喜，shut down。 还有什么各种对银压都是根据局势去做的，所以说，这怎么追得上他们呀？ 怪兽交手，我太激动了。他还是那么喜欢控龙。无论是天神还是邪魔，都拦不住我。我杀过比你更大的。 哎呀，打不了这波。哇，这波怎么打呀？算了，拿命打吧。哎，真的是拿命打，掩护猫咪撤退吧。 一点难都没了，他太爱控龙了。精神领域里，我的故事的眼神恢宏，而且充满快乐。
哎，0.64的攻速还是他这都已经不想打了呀，这差不多跟。你想打，那你不死了吗？嗯，可以做幽梦啊，但我一般只有烈士才会做，狂风是更好的选择。蛮厉害的，对拼打不过大嘴，所以我们要通过细节去打。嗯，他们都不做重伤，那也太恐龙了。流水缠绕着我们，也束缚着我们。之前打永劫的时候开的。肯定削弱呀！没有对手可以和我相比。韩服都已经垫底了，已经荣获最拉 AD 了。哎呀，我操！哎呦，不该交这个闪的，我焦急了。有露露一个减速，根本走不动道呀。哎呀，难办！一朝极乐，永生欢愉。我一个人打上去的。你可真会说。快乐是我选的，再选一次也是一样。哇，狂风出来之前真的没有鞋的，完全摸不到人啊。命运的河将我渡向伟大。我走不动道啊！现在你可以加速了。怎么减速这么多呢？同声欢乐，是梦啊！你我多找些对手来了吗？我要高兴死了！哎，被他杀，哎，被猫咪杀的嘛，更亏了。这在干嘛？完。
盾弓都不是神话状了。为了这份力量，我早已……打起来你就不会这么觉得了呀。 哇，他有闪的吗？这么远！小心！就这一刻，传唱不休。我们是杀手搭档。 操，好恶心啊！啊，没有视野，算了，穿甲吧。好巧。 好巧！弱搜集者很弱呀。凯旋才有狂喜。 这能要秒我的呀？三件套了，怪不得。愿我们都能现身于欢乐。啊？啊，队友呢？ 哦，有闪现，还追吗？我操！我以为他还能。
上路吧，不行啊，他太谨慎了。 算了，都没状态了。假借抓人的名义吃我的红是吧，艾克？真有你的？对面点了吗？